放好啊，等一下有那么多包怎么放？横着放，横着放，等一下落上去。帮做点功课的，来一趟超市我啊，有有有。等一下，我这个东西，哎，趴下去得几箱货回去的吗？放电，放电不是布。哥哥想完了，晚上把你丢给廖明叔是没？啊啊，放电先。嗯。他刚刚明明会放电，现在又不放了。不放哦，你又不是农民。一趴我就不放。哎，怎么讲话呢？我只是高龄美少女而已。不要摇那么大力，涵涵你在哪里？两棍摇房又摇房粉，你在这里啊？可是我们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涵涵在这里，那个，他去哪？那个，哦，又来呀、啊，叫他们又来呀、啊！你没有音乐，你点头是什么意思？放电给舅娘去，放电，放电给表姐。是放电，不是嘟嘴巴这样的。嘟嘴巴，你小屁滚。哦，一个，这里转圈圈是什么意思？我跑不出来哦，啊不，这种小短腿，好可爱啊！这叫嘟嘴巴，这叫嘟嘟的，大的哦。眼睛瞪得像铜铃，不会唱了，就会唱一句。有。你怎么放电？给你砸了一下。然后你转不出来了，在这里转圈圈。转一下，要补一下。干嘛？突然对这个有兴趣吗？补你，你一直在那里转来转去是什么意思？啊？看看好他，看好他，咦，他不出去了，就在这个被子里面转来转去。他就被这个迷了，迷路了，我差点把空杆子了。好宝宝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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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不可以出来，在里面坐好。他不出来，他就在那个被子里面。转来转去，他就往上走。哈哈哈！谁的小屁墩儿？啊不！不要补，不叫他补。这个会补，动不动就补。垫一下，啊，放垫先。怎么放来着？咦，这坑你讲就是。放垫先，怎么放的？嗯，又过来跟舅娘啊。放电，这些怎么嘟？有。干嘛？不用看啊。嗯。那是谁？你放电给表姐，放电给表姐。眨一下，眼睛眨一下，这样。有。放电。放电不是放电吧？哎呦，几天不得来玩这个键盘了是没？哎。有，男孩不在家，你都不得来玩。哦。哎呀，那你搞烂去，这个是要用来工作的。哎呀，你拆家嘛，哈？那我就是拆家房的。啊？好奇哦。这个手不给停了吗？现在你，哎呀，大哥啊。来，我们弹一曲世界名曲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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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
不是嘟嘴巴，搞错了。表姐教的放屁，表姐，表姐教的放屁。你晚上你明明会放屁。吃饭都会放电吗？是没？哦，我的小可爱。哎，呦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玩一下键盘就得了，那个鼠标是你玩的吗？你就不给他玩。啊，无聊啦，无聊了。他就想玩那个鼠标，你又想写字，你就会写了。静静的给他。他不会爱你，他不会。哎，你来丢的不？啊？那我就把那些东西全部收起来。你卖个零蛋。哟。哎哎。